切成块后往往容易氧化变黑，窍门大宝雪阿姨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解决藕氧化的问题很简单，用一个小方法您家的藕就不会变黑了。我们的方法就是往藕上涂上一层薄薄的色拉油。我们在藕上涂上色拉油，就再也不用担心藕会氧化变黑了。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，名厨教授家常菜窍门一点零的，今天呢是正月十五元宵节。元宵节啊，得闹花灯啊，这个猜谜啊，有很多民俗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吃汤圆。今天给您献上一道独特的铁杠师傅发明的祈福汤圆。正月十五吃汤圆，铁杠师傅在传统汤圆的基础上稍加创新，为您带来健康营养不含糖的祈福汤圆。这祈福汤圆是怎么制作的呢？你看，来介绍一下主料辅料。哎，很简单啊，主料呢就是糯米粉，哎，糯米粉，虾馅，虾馅啊，用虾肉裹的馅，还有点青菜哦啊，这边呢，哎，盐、味、香油、醋，还有点生粉。其实南方啊，最早这个汤圆啊，都是什么虾呀、鱼呀、肉啊。汤圆呢，一般的南方呢，在过节春节的时候就吃，咱们北方吃饺子。是，咱们是正月十五才吃。哎，团团圆圆嘛。好，哎，咱们看看好怎么做。现在啊，咱们先制作这个馅，青菜哦，把它放在里面。有独创啊！啊，这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个，哎，香芹。香芹。尤其在现在，可能有很多人呢不能吃甜的，哎，不能吃甜的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来点咸的呢，哎，也是个很好的这个建议。对，再切一点香菜，哎，香菜可以去除虾的腥气，可以提鲜。然后呢，加入少许的盐，让它上上劲儿，留点底。哎，来一点味精，味精，香油。哦。要搅匀，我这人爱搅事，不是爱搅和馅，不搅事。好，好，您这搅着，我搅着，切一点姜末。您切。您要看好，我们切的姜末是有两个作用的。放在馅儿里边一点，嗯啊，这个姜末呢，我一会儿呢要兑一个汁儿，因为这个虾呀，和姜啊，是吧？特别是再加点醋，这个味道就纯正了。其余的姜咱们就兑汁，也放在碗里面。嗯，这个馅儿可以了。这时候呢，咱们来制作这个面。铁杠师傅说，在制作面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二八法则。一份面，哎啊，嗯，两成，是要烫一下，经过做一点水。对。在烫这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就是水一定要滚开的水。滚开。尤其是这种糯米粉，烫过以后呢，使它吃起来更滑、更软、更香。您今天这汤圆，我觉得比较独特。这和面就开始了。好，然后趁热冲进去。哦，好，会。那这一冲吧，跟藕粉似的，非常的透亮。啊，其实呢，不光是咱们包这个汤圆，即使呢，咱们包这个炸的这种。麻团儿啊，糯米粉的，对，处理一下，对，只要它没有生的颗粒，没有了，然后把这个面兑进去，八成啊，八成，来一点点的凉水，哦，水呢不要过多，慢慢的把这个面给它往里炸，哦，在和面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哎轻，哦。盆干碗净啊！哎，给它三光。哎，揉的时候呢，您千万注意啊，不要像咱们平时在家里揉，这么揉，来回这么揉。对，一定呢，就顺着一个方向揉。我们顺着一个方向把面揉成一个长条就可以了。揉的时候啊，也是用手掌来揉。哦，必须得咱们这样的手掌。哎，做成剂子以后呢，然后包的时候呢，也有讲究。哎，手上呢稍微拍一点。边上呢一定要薄，我们将面制成一个四周薄、中间厚的碗状，放在上面，非常肯定，往上一放，转，嗯，轻轻往下摁，哎，对对对，这样呢，它已经是一个兜了，对了，一点点的团，出口了，慢慢的，再揉，
这个揉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轻柔就可以了。咱们呢，给它放在笼屉里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包汤圆。将面制成一个四周薄、中间厚的碗状后，放入馅料。将面团团成圆形后，不断转动，揪掉上面多余的面就可以了。哎，包完了。哎，然后呢？上屉蒸哈。哎，今天咱们蒸。煮汤圆、炸汤圆，今天铁钢师傅改良为您奉上蒸的汤圆，非常的营养美味。哎，点了一个鸿运当头。这个呢，上屉一般的呢，蒸它六分钟，六分钟啊就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咱借着这个蒸汤圆的功夫啊，嗯，咱聊聊就是市场上、啊，当然有传统什么赖汤圆啊，嗯，还有这就是咱们这个这个北方的什么，嗯，摇元宵，摇的元宵啊，它呢。大概呢是分两大种，北方的元宵呢，要这个馅儿呢，一般的都是用糖、核桃仁啊、果仁啊这类东西呢，蘸一遍水摇摇摇。南方人呢，就是把面和好了以后，包上包上，来年的祈福，没错没错，全都给它包进去。我这儿啊也拿了几个，哎，这是咱们从市场上买来的这种汤圆，怎么挑呢？一个呢。个头呢要均匀饱满，表面呢没有这种裂痕，还有这个小黑色的斑点。在煮的时候呢也要注意，一定啊滚开的时候下去很快的飘起来，它就是这种啊好的这种汤圆。但是呢元宵呢它就会啊经过一段时间，对，还会飘起来，它得慢慢把这水吸够了。嗯，对对对对，这边蒸的时间差不多快到了，咱们用这时间对对汁。哎，因为咸馅儿嘛，对对吧？咸的就不用了。接下来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调制料汁了，再放入姜末、香菜末的碗中，调入少许香油，加入盐和味精，再加入醋调匀就可以了。可以加入一些凉白开，或者是呢，哎，你喜欢吃醪糟的，放一点醪糟也好。哎，好，您看看，多这一看，哎呦，透亮，多白，嗯，晶莹剔透，嗯，嘿，嘿，亮，看看，关火，好，走，看看，哎，走着，哎，这我建议您啊，嗯，别老吃甜的，对，来一点咸的，而且呢，来一点蒸的，啊，是吧？让它呢有一种新的感觉。对，虽然是一样的汤圆，哎，但是此汤圆不是彼汤圆，来，气氛，咱们盘点一下，把这个面。二八开，二八，嗯，二烫烫，那八八呛进去，加入一些青菜，啊，香菜，加一些姜，包完了，放在笼屉里一蒸，其实非常的非常难啊，蒸的时间六分钟就可以，没错，可以碗汁，对，团团圆圆啊，给我们这个节也画个句号，祝您阖家团圆，万事如意，嗯，好，明天早上老时间，老朋友。不见不散，再见，再见。羊蝎子火锅几十年人们的喜爱，在家里如何制作味道鲜美、具有养生滋补功效的羊蝎子火锅呢？明天药膳养生大师马军师傅给您揭晓答案，敬请关注明天的节目《养生羊蝎子》。